镜头看好了，看我怎么管理这桃花坞的。我说五点半开会，一个人都没有啊。根本哎，拿你不当事儿。那我觉得屋长对于咱们这个桃花坞来说是一个可有可无、可无可无的存在。所以我呢，今天既是上任呢，也是卸任。来玩水果的游戏，我必须玩狼人杀。你们又不玩我的游戏，他的眼泪已经在眼眶，已经跟酝酿出来了。说一下你的代表作。你有没有暗恋的人？那你喜欢汉哥吗？不是。咱们来个文明直播寿桃，已经在预热了。哎呦，这大礼呢？其他人呢？盲姐呢？我这没有信号，无信号。现在等会儿没声音，我们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。快点吧，别说了，已经控制不住了，很尴尬了，直接往后走吧。我只对你有感觉。最后一分钟撑一下。还有吗？我刚刚听说没货了。撑一下吧，你三个有点干。直播是按秒计算的，一分钟已经几万人就走掉了。我们没有经验啊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经验。咋的？你这泪腺怎么打开了，我的宝贝儿啊？别哭。